想不想再获得爱心贴纸啊？需要，我需要，我跟陈大哥也需要。是不是又橘了？好像有、哦。怎么比？怎么比？我先听怎么比。欸、我们在这里要进行一项游戏，叫做画中有画。哦，画中有画，我们之前玩过，很简单，很简单。三题全部答对，就可以获得美食哦。那全部答对啊？是要连全部连续答对。答对。那今天是我不重要，但是吃比较重要。很重要。还有美食，好，认真讲。为了美食是必须努力。那我们就现在来，就来进行比赛啦。OK， 好。请问第一题的题目是？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啦。算好画的，没什么智商的。那你要从这画吧。没什么智商的，等一下我猜错。有左而右，有左而右，我们有左而右，你等一下就猜好。计时十秒，开始。这个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 OK 了吧？这样就可以了。还不能看对不对？可以，我就可以。这样时间到，换换换换换，只有十秒钟的时间哦，十秒钟，这样像吗？不像。3、2、1，接到，不是很像啊，我了，那你救得回来吧。3、2、1，时间到哦。灯辉，你这个是好，没关系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是一种工具的器具，我们相信玉玺。好，玉玺，请转身，来，我要给你看哦，来，我觉得有点瞎了，三啊，这是很明显，这第一个字很明显啊，这是三嘛，三嘛，然后第二个字是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太阳雨吗？哎，对哦，太阳雨，它一个字，三阳。三阳开泰，不算了，你这个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弓箭箭，要往别的方面去联想，弓箭可以干嘛？这样射之类的我没有讲什么之类。三阳被射，对，是成语嘛？成语嘛？四个字成语。这个形状像一种东西啦，这个形状。东西哦。对对，你今天在这，你在这边有听到什么声音吗？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现在。是你的声音啊！除了灯辉的声音，你静下来，大自然，你闭眼睛，水流声吧。我没有讲，三什么水色吗？啊？水色？我知道，三光水色。恭喜！这么烂，他猜得出来？会一些，蛮厉害的，学一些。这么烂，你猜得出来？我这边要底下，肯纳，你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水滴，这很烂。我以为是水滴，这个你水滴至少这个活出来一点嘛。我想象中的画面，我没有画办法画出来。没有，我会画一个很。我有试着把头我会画这样，我会画这样。哇塞，水龙头。OK， 水龙头，我会画这样。对，水龙头其实也可以，我会画这样。这个也有点难，我觉得你是会猜的，你懂猜，要不然你继续猜好了，因为他懂猜啊。可是我已经开始不相信肯纳了。对，我觉得话，你这不相信我是对的。我觉得我们给肯纳一个机会。他去猜吗？慢慢训练他的国文造诣。好，你猜猜看。对啊，好，好，对不对？好，对。哎，我觉得灯辉你第一棒。好，我先画。因为灯辉比较会画画。那我第二棒吧，我有时候可能救不回来。好，对。第二道题目是。请作画，十秒钟。时间到。我们快下，才说你会画画。十秒钟作画，还没有，太赶了啦。苹果泡就把它停掉。你这个是什么？好，时间到。好，下一棒，最后那个不好画，哎，这是怎么最好画了？真的吗？十秒钟作画，这怎么画？这个就画那个。哎，你真的很厉害，哎，很像，哎，很像，很像，很像。好消息，时间到。好，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有机会啦。有像吗？不是，来，我觉得靠这两个有机会把它画出。陈娜，要，请转身。好，一样。哦，四个字。哎，由你的左边到右边，四个字。这个其实很厉害，知道吗？知道我们画什么？第一个是猪，猪，等一下，反正，爱心嘛，爱狗，
猪爱狗。不是，你都说爱心了，也有别种讲法嘛？爱心还有另外一种讲法是爱心，爱心，心爱狗。肺，这肺部。对对对，肺，心狗。答对，我们可以讲嘛？啊。狼心狗肺，很强啊！因为我之前被这样称过，所以我知道。你被这样讲，被这样称过，没有，他是过来人啊，他是过来人，对吧？对，答对，答对，恭喜答对。对，好厉害哦！升一题了，升一题了，升一题。这个你们画的真的很厉害。就只有这个不厉害啊？不是，因为我不知道，我想画鼻子。你鼻子为什么硬要画鼻孔？我紧张啊！我紧张。我觉得那个灯灰去拆好了。我紧张。我是紧张。你紧张，我们对你。我们认真拆，我们为了吃的东西啊。拜托你，拜托你，我们想要吃东西。那题目是。哎。哦，这个不好。这不好画。这样看得出来是那个吗？应该可以吧，蛮明显的。时间到，请换下一半。好，好好。哎，你可以把它涂掉，或者。十秒钟作画开始。OK， 那你需要去画这个字，不然我。哦。哦，哎，好厉害，聪明聪明，这可以，这可以。时间到。哎呀。时间到。停止作画。好，好的，现在是什么东西啊？你好哟。好，没关系，请转身。我又画，我又四个字，什么东西？不好意思，麻烦发挥您个人超乎。应该有几个字是比较特别明显，你先猜到那几个字，然后再来把它想说哎成语怎么样是合理的。我第二个很像一棵树，那这个。我不知道是毛吗，还是脚印啊？那个鸭子的脚印，对不对？我真的是太聪明了，很多鸭子的脚印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不能再说话。不是不是，你们不用说，你很多的，看你们的表情就知道不对。如果不是鸭子的脚印，应该就是类似草还是什么，就是在地上。你的表情好像在写，有没有？我用表情跟你，所以是草树咯，因为那个是第二个是树嘛。第三个很像是。楼梯的东西，好像是跟这个楼梯是有很多种说法，所以是草树成什么？最后是方块嘛，草树成方。你现在知道最后一个肯纳，他给你的心意。这里有暗示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暗示，哦，只是他搞砸而已。那个我好像看过，那是不是在游戏里面会出现的？哪一个？那是一种，如果你选那个法。法师如果是火系的就会有火，冰系的会有那个，没错，那个图腾对不对？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是不是方块？那它应该是一个冰块。哦，对，我看到的，我有打电动。哪个？草木皆兵。耶！草木皆兵，得到成功。我想说，哪有什么成冰的？太厉害了！草木丢不掉。恭喜我们，恭喜你们可以获得美食跟。谢谢，我们搭配的很好，很好。你跟可能换别人可能猜不到。来，终于，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可以吃到我们的美食呢？我们因为吃东西必须要在室内，所以说我们要到车上去吃美食。好，没问题。哦，很香哦，油葱的味道很香，上面有香菇哎，嗯，那个香菇吃下去还水水的，然后它那个肉是超扎实，嗯，我离你们远一点，防疫期间吃东西要小心一点，没错，嗯，尽量少消痰，嗯，那油饭很有弹性，但是却粒粒分明，不会糊在一起。你觉得这是最厉害的地方？我觉得它厉害，还有一点是它的每一粒饭粒都有调味，就那个都很有入味的，对对对，有很均匀。米糕下面那个只是蒸的糯米而已，然后上面放料。我跟你讲，我没有加酱哦，我这样是就是这样子吃而已，就已经很香很。那个酱超好吃，我没有加酱哦。古早味的甜辣酱，很香，好吃。百年油饭就跟桥一样老。就他妈的！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，什么东西？这边是那个王美的拍照圣地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啊，我们刚才有拍照吗？哎，没有哎，没拍，没有，先拍拍到。
个打洞地点，我们要分片进行。我们分成子跟主跟陈世江组。好，陈一组，陈世江好。等一下会跟你们提示，太重的可以获得一枚爱心礼点。太重，这要认真猜，认真猜。没有，要猜的是什么？什么？你们是什么？欸、我们是一层一层的堆叠。色风暴的侵袭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色风暴，色风暴，葡萄，葡萄，茄子，高丽菜，洋葱都有可能。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有着柔软的身段，却有一颗坚硬的心。外面软软的，里面硬硬的。我想要水稻，哎，你看水稻是不是它身体很软，可是它的米是很硬？应该跟大气有点关系吧？花生糖吗？那我觉得我们这边应该很清楚了，因为老街我有看到。我们这边是紫洋葱，一层一层的堆叠。紫色风暴，洋葱有紫色的嘛？有紫洋葱，对吧？对，紫色包心菜，一层一层的堆叠，也是，也是，对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是一种麻糬，然后那一种麻糬里面会，我知道了，你说花生糖。那我想到麻糬，花生糖麻糬，花生麻糬，哎、欸，可是花生麻糬里面，里面没有硬啊，它里面是花生馅、啊，那是一种独特的花生麻糬，它是外面是麻糬，那里面包花生糖是硬的，那花生是硬坚硬，有这种东西，里面是花生，我刚才想到的，我觉得有机会，不然没有这种东西，哪有外面软软里面硬硬没有，反正就是麻糬类就对，麻糬类，没有信心。那你讲一个，对，你差一点，预期没有信心，可是你要提供你的想法。好了，我觉得应该是花生糖麻糬。好，OK， 花生糖麻糬，确定。那我们呢？我们这边就是紫洋葱，还是紫洋葱？紫洋葱，确定。紫洋葱，确定。OK， 好，看一下紫洋葱，听起来好像蛮有机会的，一层一层嘛。快加入，快加入！请问今晚助学家 YouTube 会员一起支持我们哦！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都市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！请问今晚助学家频道，记得开启小铃铛哦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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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